一辆载着十八名学生的大巴行驶在蜿蜒崎岖的公路上，原本清澈无比的山间突然浓雾四起。这时男孩透过玻璃看到了无比诡异的一幕，只见远处有莫名红光闪烁，随即又消失。大巴司机直觉不妙，想要停车，可身后的女人却认为这只是简单的雾气而已。司机说即便是雾，他也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雾，接着一脚刹车就停了下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还好是个老司机，接着轿车就从侧面开了过来。男人摇下车窗礼貌致歉，然后便扬长而去。大巴司机本打算跟着前方车辆行驶，奈何对方开得太快，眨眼间就不见了踪影。于是他再次踩停了大巴，他决定立上三脚架，等待浓雾散去再继续行驶。可是当他下车后，瞬间就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尿了。只见前方巨大红光不断闪烁，并且还伴有类似鬼哭狼嚎般的声音。他撒丫子就跑上了车。这时前方传来喇叭声，他们以为是刚才的轿车回来给他们开路，司机只好硬着头皮再次启动大巴。可是车子刚走不到一分钟，车内的所有人都听见了那个诡异的声音，瞬间所有人都慌张无比，尤其是这个叫做黛瓦的女孩。她看着车窗中脸色惨白的自己，立马叫喊着让司机停车，奈何已经为时已晚，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怪圈当中。突然司机见状一个急打舵，大巴直接跌落山谷。不知滚了多久，他们终于停了下来，而大巴车已经残破不堪，周围也已满目疮痍。原本相貌倾城的女孩小美也已变成了这般模样，不过好在她活了下来。又是不知过了多久，救援队赶了过来，在经历了七八次大大小小的手术后，医生才把小美从死神手中抢回来。可是她已经不记得自己是谁了，就连眼前的父母她都不认识，当然也包括她出车祸时发生的种种。医生说车祸造成了她的失忆，但不是永久性失忆，恢复只是时间问题。面对这一系列的情况，她选择坦然面对，可是她却对绑上的手腕产生了疑问。妈妈告诉她，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她睡觉时乱动。小美不明所以，然而就在她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一阵鬼哭声却把她吵醒。她抬头一看，眼前竟漂浮着诡异的亮光，只见她慢慢地朝着临床飘去，突然一双黑手浮现，紧接着他赶紧叫来了值班护士，而这时临床女孩却瞪了他一眼。随后他便被赶来的医生带到了重症监护室，而他并不知道这个女孩就是和他们一起出来旅游的同学小花。第二天清晨，天还没亮，小美被一个男人的声音叫醒，而这个男人就是她的男朋友小帅。他在车祸中失去了右腿，小帅有备而来，他告诉小美他是他的男朋友，接着拿出照片为证。他告诉小美没人知道马丁在哪里，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，其他三人仍在昏迷中。至于他的闺蜜黛瓦，小帅则选择闭口不谈，而其他人则全部遇难身亡。白天他出来透气时眼罩不慎掉落，他抬起头一看，发现眼前的世界是模糊的，是重影的。只见一个女人从座位上站起朝他走过来，他为小美捡起眼罩，失忆了的小美却说她认识眼前的女人，女人只是微微一笑接着转身离开。他问爸爸女人是不是他的同学，可奇怪的是爸爸十分肯定地说他从没见过此人。晚上睡觉时，他发现枕头上湿漉漉黏糊糊，抬头一看，他的鼻子竟然流了一枕头的血，没过一会儿他就血如泉涌。不过好在在医生的一系列止血操作下终于把血止住。然而就在他们走后的下一秒，房内灯光突然熄灭，紧接着墙角处就出现了一个若隐若现的鬼影，他一点点地朝着小美逼近。小美被吓得瞪大了眼睛，而鬼影也渐渐地展现出了他的面容。